我真是努力24年零361天，今天是驾着云芦荟花盛开的季节，欢迎大家前来观看。芦荟花有很多的作用，在《本草纲目》都有记载，大家可以在魔度上看一下啊，可以查一下芦荟花的一些神奇的功效。在各种领域上，芦荟花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东西。我在2005年的时候就把芦荟花收集起来，然后呢，经过这18年的时间，很多的案例确实是得到了证明。也就是说，希望大家能真正去了解一下芦荟花的一些功效跟作用。像它烘干之后也可以直接煮茶喝，是清甜爽口的啊！大家因为很多人都不懂得芦荟开花，哇，这么漂亮，确实是这样。就希望说大家有时间可以过来参观指导，耶！我仍感叹于世间的巨大。